如果你要画电视，还有画黑，或者说有一些活动渗出的情况，这种你千万不要再使用。是我们今天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已经丢弃了，然后已经就是说我们后卫了。今天我们来到这家门店进行了一个全面检查，一是检查食品原材料的使用情况。首先，食品原材料一定要是从正规途径进行采购的，应该按照食品原材料的要求进行贮存，严禁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同时也不得使用超过企业内部自行设定的保质期限的食品进行加工制作。第二，要检查水果的外观，这些水果如果表面出现发黑、氧化或者是果汁渗出的情况，那么我们一定不要食用。如果说去除部分破损的地方继续使用，这种情况也是严禁的。第三，就是检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如果在制作自制饮品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到色素等食品添加剂，一定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严格对添加剂进行采购、加工、贮存和公示。第四，要检查自制饮品的用水情况，一定要使用蒸馏水或者是经过净水设备净化的净化水，也要注意净化设备的使用期限，按照说明书及时更换滤芯，确保它的净化效果。除此之外，我们还检查了冷藏冷冻设施的数量以及是否能够正常的工作，还有提示和告诫消费者一定不要在自制饮品当中添加一些不可食用的产品，比如说一些小的纪念品，还有一些小的装饰物等等。